在防灾二里面哈，因为如果你按下那个就是假设这样嘛，按确定，那它里面没有填资料，防灾二会怎么样？会跳出警告，按确定他就离开了。啊，就有同学说，哎，老师，那应该是那个人他忘记输入了，所以你应该怎么样？让他再回到刚刚输入画面啊，不然你离开的话。好像跟使用者逻辑不太相通，有没有？他可能按确定，啊，他不小心按取消，或者按确定里面没填嘛，所以你应该让他怎么样，再跳出来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哈，你就需要什么？哎，让程式回头，因为他跑到那边，你要让他跳到上面，让他继续输入，直到有输入为止的话。所以哈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主要就是在防呆二这个地方。可以再稍微做一个逻辑的修改，哪个地方呢？一就是我要让它跳回去，那特别注意哈，哎，前面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讲过，就是那个程式是可以回头的，OK，不过很多事情是不能回头啦，但是程式可以回头，哦，OK，那要怎么回头哈？一，你可以在这个你要回头的地方的上一行，有没有？info bar 上面打一个标签。名称自己取，我叫 R1 好了，冒号，多一个冒号哦，这个冒号指的就是标签，那标签的名称呢就是 R1，那如果你要回头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？当它没输入的时候，跳一个讯息，然后呢，不要让它离开，把这个离开怎么样？改成跳到上面去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？加一个叙述叫 go to。打一个 R1 就可以了。Go to R1 啊，这个地方没有冒号哦，只有上面有冒号，他就知道什么哦。你跑到这边的时候，那我就怎么样呢？从这边再回到这里，继续，直到你一定要有输入为止。OK，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？所以未来哈，你如果要写程式的时候，刚好那个地方要让程式回头的话，哦，你就可以这样写。不过写这样的方法哦，有点风险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写错位置，它变成程式永远出不来了，因为它一直在那边绕圈圈，所以这个使用的方式可能要谨慎一点。你确定应该没错了，所以你写完之后哈，再试试看，哎，如果它还是没输入，那它又继续跑回来，因为它还没输入，继续跑回来，所以这个就变成它永远都一定要输入资料，否则关不掉，对，就不放过你。好，OK，所以一定要输入的意思啦，所以不能是空的哈。那我们来试一下哦，这有没有这么厉害哦？有没有取消各位？不行，按确定各位也不行，他就一定要你输入资料，你还非得，而且你输个假的也没关系啦，输个这样可不可以？就可以了，取消也不行，取消就是空的嘛，哦，所以你输入个假的啦，哦，但这查无资料哈，哦，除非你有没有查无，他会跳查无资料，哦，就又恢复了。OK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一定要你输入为止，你不能取消，也不能确定，一定要有资料就对了。好，那它要回到，OK 哈，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，所以一定反正你就随便输入一个好了哈，查无资料没关系。好，这个是有关那个如何让程式回头写法，go to R1 到这边来，哦，应该可以了解吧？啊，这个以后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了，不过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哦，不然的话。会没办法，他会出不来，还是，我就是顺便问一下你，这一行刚好，message box 它对，后面的有一个像你会打逗点在 VB vertical 或者对，是 VB information，是，干嘛要写呢？就 icon 啊，如果你没有那个就没有 icon，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个 icon？哦，它有只没是有？一如个果没写，它就是个阳春的。完全没有图，只有文。OK，它那个是。哎，后面那个是图啦，就是那个 icon，OK。当然你不加也没关系啦，所以刚刚我不是有强调，它只是说，因为它这个应该是秀一个图给你看，可是它就是没有那么贴心，而且呢，你按 F1 它也没有图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我常常就是试嘛，反正试完之后，那其实应该要有人贴心帮你拍照算了，每一个帮你，这个是等于哪个图？这个等于，不过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人这样整理，好，所以如果你们有时间的同学哦，顺便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下 VB information 啊，这个 message box 后面的逗点哪个是哪一个图？大概哦，有多少个？
哎，多少个、哦？太多了，一串呢。所以你这边的话，你可以就是用逗点，有没有？我这边不是有逗点，点下去有没有？它就这么多个。这么多个，不过都可以猜得出来啦。哦 ，OK， 有一些是还有一些状态，啊，细节部分当然呢，你可以怎么样？可以透过这边按 F1， 它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好，那这个是有关那个让程式回头。再来呢，另外有一个还蛮重要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总列数有没有是几列呢？2500列，对不对？可是未来呢，如果你这个列数会增加或者减少的话，那当然也是个大问题啊。现在是2500，对不对哈？如果未来呢，它又增加了几列，比如说我要复制贴上，那你筛选的时候有没有？因为我们已经写固定了，所以未来呢哈，将来呢就会固定在2500列。如果你有增加或减少的话，它还是会出错。所以假设我今天是2510列的话，哎，那这样子就发生错误，怎么办呢？前面有讲过有没有？你可以用那个，哎，还记得吧？2500可以把它变一个变数。这个变数的话呢，哈，基本上你可以给一个 i 啦，或者是给一个 r 都可以啊。因为这边 i 用过，通常也用过，老师那 i 用过了，可不可以？因为这边用完了，它就丢弃了，就跟剪贴布一样。所以这边再加一个 i 有没有关系？应该理论上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习惯上这边加一个 i 等于什么呢？用 A1 向下追踪，或哦，所以这个写前面写过了哦，大概把重点。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把这个向下追踪得到的列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哈，将来2500啊就不会是固定的。OK， 哦，这样会比较 OK 哦，不然的话以后你那个列数啊会出问题。那把这个2500怎么样呢？直接改成 i。那你不能直接放，特别是空格 and 加一个 i 就可以了。那它会帮你把什么呢？2500，假设2510，它看到这个 and 符号表示串接，它会先帮你把这个数字转换成文字，再跟前面的串，所以呢，这个后面会串2510，哎，串在一起就 OK 了，好、哦。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啦，因为之前有同学问我说，老师为什么不是 and i and 因为他以前是用背的啦，所以串如果后面没有，那后面就不用再串了，因为之前我们有讲过是串中间的，那这个地方只有串在后面，所以只需要怎么样，这边有个 and 符号 i 就可以了，应该可以看得懂吧、哦、OK， 好，这个是如果你的总列数、哦、会有增减的话，一定要写成这样子，否则最后哈、啊，你那个查询的范围就会出错。OK， 所以这边我大概又讲了两个，一个是如何让程式回头，如何自动取得那个列的位置。不过栏可能用的比较少了，所以我讲的比较少一些些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可以参考这个方法一。那我刚刚是用 i 啦，不过你用 r 也可以啦，反正这是一个变数哈。OK， 好。那后面还有啦，一般是列会变动啦。那如果说之前后来还有同学问说，老师那栏如果也会变动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是要再加一个 C 了，好，变成你这边写法又不一样了。OK， 好，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两个，好，那再来后面呢，我们还会希望增加什么？增加筛选产业别、产品跟客户名称。那当然呢，你程式要怎么样快速产生呢？你可以把刚刚写完的复制贴上改就好了。可是你会发现复制贴上改好像很多地方都一样。所以呢，如果好像很多地方都一样，只有一两个地方不一样的话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改写成所谓的共用方法，或者叫做共用程序啦。OK， 那所谓的共用意思就是说哈，我把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抓出来变成用参数的方式传递就可以了。OK， 大概概念是这样，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，待会我们再来看改用那个共用方法的部分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。